继续讲，175页，啊，这个第二行，以上是解释加行位的顺抉择分的四三根，啊，那，所以这个四三根就抉择什么呢？抉择繁盛，所以由繁转盛，必须有所抉择。所以这里这个四家行为呢，就是繁盛转劣点的抉择啊，所以称为抉择分，所以称为顺抉择分啊。好，下面在家行为能见浮除，能取所取，成唯识论说，这个家行为尚未能遣除有与空之相符，你那个相字把它引号引起来啊，有与空的相的符啊，有相符跟空相符这样的，与二藏种子的出众符也还不能够断除，只有能够浮除分别二取啊，这个分别的二取啊，就由分别而起的二取啊，由分别而起而生起的二取，称叫做分别二取了 啊，因为此二取唯于见道故，因为这个能取所取啊，有能取所取的话呢，就有为见道。见道是什么？见道就是见一真如道嘛。那一真如道，一真如道啊，是跟二取的分别是相违背的，对，或者是说二取的分别是跟一真如道相违背。那如果有二取的分别，就没有办法见一真如道啊，也就是在家行位为了入于见道，所以他首要之物呢，在于浮除分别的二取啊，浮除分别的二取才能够入无分别智嘛，对不对？入无分别智才入一真如相嘛，对，所以啊，所以分别能取与分别所取啊，这两个要浮除啊，才能入一真如相啊，才能这个见一真如相，入一真如道啊，那就是见道。然而必须注意，这里的除只是浮除，并非永断，你把它浮除并非永断啊，所以虽然讲除，但是不是断啊。以及这个除就好像扫地扫一扫而已啊，断的话那就大概是用吸尘器吸一吸，然后而且把那个吸完了以后拿去倒掉啊，那断了啊。亦即以四种三昧力啊，明德定、明增定、应顺定、无间定，你就把这个四个定各自画起来啊。这个四家行位呢，就有这四个定，依这四个定来。依这四个定的定力啊的定力来暂时制服啊，暂时制服这分别的心，令不起现行，所以称为浮除，而并非永断。你看不分别心，不分别的心，你看这个多难啊，对。
我们怎么可能不分别呢？对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能不分别吗？因为这习气，种子习气。那这种子习气像什么？就像我们这个心就好像一部电脑一样，那我们这部电脑里面呢，已经早就装了能分别的这个软体，除非你把这个软体拔掉，那就除去了。但是现在也不能，还不能完全去掉，只能把那个软体呢暂时让它不起作用，啊，或者是应该或者这么说嘛，就，不去把它叫起来，啊，那，这电脑怎么说啊？就不进入那一个程式了，对，然后那样子你这个分别的那个心就不起，这样的。那为什么分别心起这么厉害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一切烦恼都是因为分别嘛。那你如果不分别的话，就没有烦恼了。这个烦恼是，这个分别是指虚妄分别，而不是了别，你懂吗？啊，所以这种虚妄分别，因为这个虚妄分别里面哦，虚妄分别的当下或是同一刹那，这个分别是虚妄的分别，不是了别，不是如实的了别。如实了别的话，它还可以是限量的，你知道？那虚妄分别都是非量，非量也就是说不如实，不如实际的啊。这虚妄分别的几乎同一刹那，同时会升起这个取着的心，所以分别心一起，同时就起了取着的心。取着就是贪爱取着啊。那所以啊，分别本身没有烦恼，不是烦恼，是跟他聚起的这个取着心令我们烦恼啊，所以有取着的心就有烦恼，有烦恼就是有贪嗔痴慢忌等等，那这些烦恼起来，那就生死就起来了啊，种种生死就起来了啊，所以生老病死种种这个轮回之相，就因为这样起来了，啊，所以你说我不贪，我不取，没用的。你可以暂时说，你可以自己哈，约制自己，然后不取不贪，可以一下下，但是不能很长久。你大概可以，如果有修行道理的人可以。这个一天半天，对不对？没有修行道理，大概就是三秒五秒就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种子习气、分别的习气在，只要有分别的这个习气在，这个种子在呀，它碰到那个净缘，马上就分别心又在起来了。所以你暂时即使用定力把它压服这个分别心，但是你。这个初定以后，你碰到净缘，这分别心又起，分别心又起，取着心就起来了，就同时聚起，然后又堕入生死轮回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分别本身无害，分别无害，但是问题是这个取着，所以你如果要为了要断这个取着，你必须要断分别，入无分别智，啊，那究竟的话就是入一真如智。是真如智、如实智，然后才能永断分别心啊，入真如本性，得那个真如智，才有可能永断分别，然后才永离生死。这样，所以你只做了一半的话，那光是用定力把它压服，那就是小乘所做的，那因为没有入。一真如智，所以不能永断，啊，所以只能够入这个有余一涅槃的原因就在这里。
好，所以就知道，那你这样一讲，你看这样就，我们一般读佛经，这些名相都知道，但是并不能这么深入的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不知道真正怎么修，你知道？因为你那些性相的分别差别啊，你没有了解，所以很难修啊。因为完全了解了以后，你才知道怎么修啊。所以光喊我无所得，我不起不着，那都是空喊。你有没有分别心？那这个分别心是这个取着心之所依，这样的，它是本体啊，我说它是母体啊，好，再往下看，这分别倒数第四行，分别所生的二取，至于这个种子俱生以及随眠亦不能制服，所以成唯识论说，于俱生者及二随眠啊，那就全不能够灭，因为这个位是有漏观心啊，有漏观之心呐、啊，不是有漏观心，不是这样，是有漏观合在一起啊，有漏观的心呐 啊，所以仍有所得故，仍有所得就是还有分别啦，哎，简单一句话就仍有所得就是还有分别啊，还有分别的能取所取的相啊，所以下面这个经文就讲，论文就讲这有分别故啊，有所得就是因为有分别，你看看讲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有所得呢？因为有分别，于俱生现行未全浮除，俱生哈、哦，下面加一个知，俱生知现行，也就是说，俱生的这个分别啊，俱生的这个烦恼随眠啊，都不能够浮除，不能完全浮除，只能浮除少分，于分别与俱生二种随眠，所以这随眠。上面不是有二随眠吗？二随眠就是指俱生随眠啊，与分别随眠啊，这两个随眠啊就完全没有办法灭掉啊，所以这个是加行位啊，因为加行位还是在凡夫位中啊，虽然是凡夫位最高，但是对于那个种子习气啊，随眠就是种子习气啊啊，那都还不能够浮除啊，翻过去176页，现前力少物未是为是性，现前就是当下，也就是正在三昧定中做观的当下，力少物，力就是安立啊。此位行者在此时在定中所观见的，仍带着有与空二相，尚未能够离于空有二相，而正于实际啊。你看这里哈、哦，所谓的无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开始修行的时候完全无相你怎么入手，所以一定还有一些相，对，有一些相当作你这个的入门的一个依据，否则你没有一个门可以进去，没有办法的，所以这个渐渐从那很粗的相，然后一直到达细的相，我刚刚讲不是说从那个知良位的那个五停心观就灭妄想心，对啊，粗了，很粗了妄想啊，然后这个加行位就灭分别心，这样加行位灭了分别心，没有分别心了才入见到位，
这样的嘛，啊、哦，所以那但是加行位呢，他要灭这个分别心，那什么是分别呢？分别就是分别能取所取，那能取所取这个比较维持的方式讲啊，我们用这个通教这个信中的讲法就是能得所得，这样子清楚了吧？哎，所以在这个加行位中，你还是要为了要灭它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叫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把它等于是把敌人引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斩掉啊，所以把能得所得心引出来，所以利这个能得所得或能取所取啊，然后再以方便用这个未制定的这个定力把它扶除，这样的话，哎，所以因此说能代相，代相就是说你还是要依这个有相来把它除掉啊，你不能空喊，也不能用想象的，而是一定要把它叫出来啊，就敌人当前呢、啊，然后把它斩掉，所以还是要代相啊。那皆代相故啊，所以人着这个第三行哈、啊，人着有与空二相，尚未能离于空有二相而正于实际，所以成为是论说，此家行位的暖顶忍是第一位中所修正者，皆代相故，必须还有相，因为还未离相。什么叫离相呢？就离一切依他起相啊，离所有分别相。那因为离所有分别相，所以入无相，入于无分别的见到位，入真如相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叫离相，听懂吗？哎，所以这样看你就会比较知道，你看《金刚经》这句话，《金刚经》大家都很熟，对不对？离于诸相即名诸佛，为什么？这诸相什么？离一切分别相，这诸相，因为相都是由于分别而来。啊，那离分别相，这有分别都是凡夫，没有分别是圣人，对啊，入见到位，见一真如，那以一真如智，以如实智，一真如智照见诸法，那就没有诸相可得，对不对？没有诸相可得，就是圣人，就是诸佛。那初地虽然还不是佛，但是已经有如实智，已经有真如智，所以就差不多了啊，所以称为智诸佛。这样你对《金刚经》这句话就比较能了解更深一点了吧？不是那么浮泛的，所以你用唯识来把它串联，就懂得更多了，所以这句话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啦。OK， 啊，皆代相故啊，第四行哈、啊，这个暖顶忍是第一位中所修正者，皆代相故未能证实，故说菩萨于此四位中，由于现前安利少物啊，安利少物，注意这个安利啊，这安利什么意思？安利就是他在观察，在做观的时候，观想的时候，他要把它叫出来叫安利，就把它叫出来，而且观的这个实实在在的，因为你自己的自心的能分别所分别都清清楚楚，然后就把安利在那里，也等于是什么呢？等于就是把一干人犯都抓来了，然后绑在两根棍子上，两根柱子上，然后
等待53刻啊，来呀，一丢斩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就一切分别离，好吗？哎，一切分别断啊，那一切凡夫一生的分别断，入于圣位啊，好吧？所以现前还安立少物，安立少物啊，把这个这少物就是指维系分别，少物是指维系分别。这安立呢，我在写好之前，我自己也写上去，所以就不用抄别人的了啊。所以现前呢，这个现前是什么呢？于正定中现观，叫做现前啊。于正定中现观，然后观见了了啊，这个维系的分别相，然后而说这个是为识的真圣性、真圣义性。于彼于空有二相未除，待相观心有所得故啊，有所得，这个有所得不是贪得了，也就是说，因为还有分别心在，所以还有分别的相可得啊，还会关键有分别的相，叫做有所得，跟我们的凡夫的有所得不一样啊。非时安住真为事理啊，真为事理就是真如实相嘛啊。彼空有二相灭矣，方为真实的安住在为事圣义性上。成为事论又说，依如是意，故有颂言：菩萨于正定位中修行，就修观了 啊。观明义自性分别等的影像啊，这些明义自性分别等都是影像啊啊，那为是内心所变现的。那意象即已灭除，地审观察，为自心想，更无他物啊，就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想，而没有别的东西。如是观了，即安住内心啊。首先了知所取非有啊，先了知所取之境非有，所取之境非有是非，你加一个实，非实有啊。然后其次了知能取加下面加一个之心，能取之心亦无。最后即触及无所得的真唯识性啊。在此顺便就提到说，可见这唯识学相中所要证的最究极的理啊，也是归于金刚经所说的无有少法可得啊，简称无所得的真如之性。为什么说无所得呢？因为一切都是真如变现的啊，所以无所得啊，故知性相二中，所以再复习一次啊，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到这个二十物有啊，这个七大二十五有等等，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所有的一切法，五蕴六尘八四七大啊，这个二十五有，全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如来藏所现的真如性所现啊。但是你要真正的体入，却要
如实的去修定，然后把这个妄想心、分别心一层一层的深入去灭掉，由粗而细的灭掉。故知性相二中，实在是殊途同归。譬如如来的法体之左右手，啊，这是相辅相成的，相得益彰的，所以实在不是相爱，更非敌对，啊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呢，应该如是信解，所以性相不是相抵触的，啊，是相辅相成的，啊。他们是好亲家啊，啊，好，一观，第二加行位为此时菩萨所修的是大圣顺抉择分，啊，你那个抉择旁边加一个智慧，啊，顺智慧抉择，啊，啊。抉择什么呢？顺智慧抉择，下面写一个凡圣的四善根，鸾定忍是第一。因此在加行位能够逐渐的暂时浮除由分别所生的啊，分别加一个心，由分别心所生的索取之境，加一个之境，能取加一个之心，啊，至于其形象如何呢？就以示来，以诵来示啊，来解释。菩萨于加行位中之四种正定修行中，啊，以能代相观心，啊，故其于观自现前中。能力依于空有二相，你把它空有二相用引号引起来，啊，依于空有二相分别之少物，啊，少物就是指空有二相的维系分别还在，啊，你把那个维系分别画起来，啊，这维系分别就是少，就是少物，啊。而为此即是为是实性，以其仍有所得，啊，以其仍有所得的那个有的下面呢，哦，加一个分别之相，啊，有分别之相可得了，啊。有分别故，因为有分别故呢，非时已得安住于为是圣意性，啊，还没到达能够入住于这个住，当然要入住了，先入才能住了，啊，入住于圣意性，须待空有二相都完全消融了，啊，那个消融是用得很好。消融什么？一定要有火，什么火？智火，啊，西街你这边旁边写个智火消融啊，方得安住唯识圣性。所以你看，这唯识学很好玩啊，嗯，那是我带着你玩才好玩了，哎，啊，要不然你不会玩，你就乱玩也玩不通，哎。就明明是足球，你就用手打，嗯，好，178页，通达位，见到位，啊，入初地，你写一个入初地。三通达位，为诸菩萨所住见道，在通达位如实通达，其相云何？若时与所缘智都无所得，尔时住为是离二取相故，啊，这已经入了见道以后呢，
在一切所缘啊，智，你写上面写一个以啊，以智啊，智下面观察，以智观察或是观了啊，都无所得。那这智是什么呢？智以真如智，以真如智观了，都无所得啊。尔时就能够住于为是这个实性，那离二取相故，离上面写一个以，因为啊，因为离于，因为已经离于能二取，就是能所二取了啊，二取上面写一个能所，能所二取相故啊，能所二取，能所二取之相，能取相与所取相也啊。看注释，通达位又称见到位，位当初地，就是初地了啊，是为菩萨修行第一大劫，你把一个第一大劫圈起来，就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一阿僧祇劫啊，第一阿僧祇劫圆满。我们是无量阿僧祇劫六道循环圆满啊，那个，所以这个菩萨是修行第一大阿僧祇劫圆满的时候，舍凡夫身，凡夫身就是一生性啊，而登于初地圣位，把初地圈起来，所以第一大劫圆满。这第一大劫圆满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这一大劫，这一大阿僧祇劫啊，全都在修行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一刻是迷糊的，嗯，因为一迷糊又回去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直都勇猛精进，然后满一大劫，满一大阿僧祇劫，才能够舍一生性啊。啊，这个我们的五位白法里面不是有一生性吗？有没有？一生性就是凡夫性，凡夫有凡夫性的，你知道吧？那凡夫性长成什么样子的？你回去浴室看看你的那个镜子就知道了，或是你家的那个大衣柜，不是有一个穿衣镜吗？你回去的时候照一照，看到镜子里面那个人就知道了，那就是一生性，好吧？而登于初地圣位，菩萨从加行位无间修行到无分别智，把无分别智圈起来啊，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呢，便体会了这个唯识实性真如，把这唯识实性真如画起来啊，这唯识实性真如，这个真如就是唯识实性啊。或是唯识实性的真如啊，体会即是通达，体跟会是不一样的意思啊，啊，体是贴近，会是合一。看这里啊，什么叫体会？这是真如啊，然后你这是你的心，这样贴近这个体，贴近了，会呢合在一起了，这是会，会合了嘛，合一了。刚刚没有照到，所以再重讲一次。什么体呢？这个是真如，这是你的心，然后你的心贴近真如，这叫体，这叫体贴嘛，哎，体
体贴只是碰在一起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这体会呢，会就会合，合一就合在一起了啊，合在一起这样的。所以这个金刚合掌也就是这个意思，体会啊。金刚合掌就是是波罗蜜嘛，哈，汇合成一个这样的，不能那样了，那样错的了，要这样的，不能插出去，插出去就过犹不及呀、啊，好吧，按你爱按你麻麻麻，按你啊，合完全相合，好，所以。合一，完全合一啊，那叫做体会，所以体会才称为通达嘛啊，所以通达真如，所以叫做见道啊，以此位是最初照见真如理，所以又称见道。腾维士论说，紧接在家行无间之后呢，此智生死，这个智慧生起来的时候，行者就能够体会真如，名为通达位，以其初照见理故，初照见真如理故，所以又称为见道位。啊，往下，诸菩萨所见所住见道，一成为世论说，这见道位又有两种，这见道又有两种，一个是真见道，一个是相见道。这真见道就是说，这个无分别智啊，是指无分别智而实证二空所显真理啊。那这二空就是我法二空，我法二空啊，我空法空，就我法二空，那就是这个位的正真，时断二障分别睡眠，二障啊，那。这个二障就是理障跟四障啊，这分别随眠，随眠就是这个习气种子啊啊，所以这个位就称断惑。那虽需经过多刹那，其见道之事方能达于究竟啊。这个从次第一啊到这个见道位哈、啊，其实要经过很多刹那。啊、哦，才能够达到究竟啊！但是在它的过程中，念念刹那都以相似，把相似圈起来，相等，相等圈起来，相似相等，啊、哦，它的念念刹那都是相似相等，啊，那念念刹那的刹那下面，你可以加上一个定心，啊、哦。念念刹那，它的定心都相似相等，所以总说为一心见道啊。一心就是在一念间见到的意思，一心就是一念。所以一般常常说，这个在四第一法的下一刹那就入见到位，那个事实上不是真正。不是真的一念或是一刹那，而是说，因为这段这好几个刹那，这好几念之间呢，这每一个念呢，都几乎一样，没有变异，啊，没有变异，所以把它称为而已啊，称为一念见到或是一心见到，所以其实并非只是一念就见到了这样的啊。下面相见到，相见到又有两种。一种是观非安立地啊，也就非安立地就是真如了啊。那什么是非安立地呢？这非下面你加一个佛所，不是佛所安立的地的真地啊。因为这个真谛，这个真谛，这真如啊，是本来就有嘛，所以不是佛
安立的，啊，不是佛建立的，这个安立就是建立了，啊。那而成就法治与类治，啊，然后第二种是原安立地，啊，这个安立地啊，就是四圣地。这四圣地呢，是佛所建立的，叫什么？苦集灭道是佛所建立的道理，所以叫安立地。那为什么要安立这个呢？是安立这个道理啊，建立这个道理，令修行者有能够有所依，能够这样依次的去观察修定，好、哦。于定中观察，这样一层层次次的这样去修啊，所以要立这个法，立这个苦集灭道，这样次第安立，这样懂吗？苦集灭道是次第安立的啊。那真如呢？真如是本来如是嘛，对不对？本来如是，也就没有次第。你一见到，那就是一真如。它没有真如，没有一个说层次可言，它是一整体嘛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不是安立地。OK， 啊，所以原安立地啊，原四圣地啊，然后就成就了十六心，也就是苦集灭道各有四分啊。就八忍八智，总共十六心。这个十六心就是苦集灭道下面各有四心，所以四四一十六变十六心。你翻过去180页，你看这个哦，那就傻眼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下次再讲，讲到这里，要傻下次再傻，今天就变聪明了就好了。希望大家越来越聪明。越来越开智慧。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